拥有甜美外形，自大学生了没出道后，除了挑战主持综艺节目，也接连出演多部台剧，表现相当亮眼，收获了不少观众的支持。她常透过社群分享日常，去年被粉丝问及感情状况时，贴出了与男友的合照，大方承认交往中。虽然照片十分模糊，看不清样貌，但还是看得出两人面对镜头笑得非常灿烂。没想到热爱不到一年，近日却传出两人已经分手的消息。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，Dora 和圈外男友交往将近一年后，认为两人的价值观不同，最后和平分手，但目前仍是很好的朋友关系，亲口证实了传言，粉丝们都感到很惋惜，但也希望他不要太难过。Bye.